昨天8月19日，新闻联播头条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这条长达9分57秒的新闻，内容自然是重磅。央视新闻联播截图：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17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有人注意到，在会议召开前一天，新华社发表了一篇10000多字的稿件，题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人民军对党的建设述评。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我军建设发展的关键，关系强军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习主席的话语振聋发聩，引人深思，军对党的建设何以如此重要？微信公众号军政评工作室资料图：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在江西南昌，走进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大厅，迎面一座雕像，名为石破天惊，强劲有力的大手从崩裂的石块中伸出，紧扣步枪的扳机，枪口上方一片白云蓝天。从诞生之时开始，这只手就属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在江西修水秋收起义纪念馆收藏着一面军旗，1927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这里打出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中有五星铁心向党、镰刀斧头、工农联盟，军旗跟着党旗飘，军魂融入灵魂里。同在江西的三湾村群山之边上，还有一尊镰刀斧头旗帜包裹这钢枪的纪念碑，直送云霄。组织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这只是开始，如何建设这支军队，则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个小村庄，毛泽东同志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建在连上，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开始了军队党的建设新实践。从此人民军队有了建军之根，圣战之魂，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年的连党代表，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罗荣桓这样说，这是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一幕。党领雪山，海拔5000多米，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厚厚的积雪下，高高举着一只胳膊，拳头紧握，掰开拳头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3月入党。这不是普通的党证和银元，这是红军坚定的理想和信念，长征的亲历者。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对此深有感触，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一部波澜壮阔的军史，既是人民军队不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历史，也是通过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不断将军魂浸于血脉、融入基因的断柱史。正如毛泽东同志说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绝对二字比泰山还重。正是凭着这个，无论血火纷飞的战斗岁月，还是险象环生的重大事件面前，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从来没有动摇过。微信公众号军政评工作室资料图。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重危险是长期的、尖锐的，军队一些单位中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依然很多很复杂。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是个别单位还存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就必须下大气力解决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矛盾问题和短板弱项，把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抓得更紧更实，把我军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党的十八大
特别是古天圈军政治工作会议以来，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坚强领导下，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发生全面深刻变化，为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其中的宝贵经验应认真总结，这样才能把取得的成果巩固好、发展好。如今走进座座军营，相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听由我驾驭，我听党指挥等标语处处可见，这些饱含赤诚、热血奔张的字句背后，也引发我们深思一个问题：枪能否指哪打哪，弹无虚发；挺能否深潜大洋，决胜千里。解放战争中，往往每场战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党组织，其中一方面原因是因为党员常常冲在最前，牺牲最多，另一方面原因也反映了党的建设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军队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来展开，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增强剂和攻放器。习主席的要求提醒着我们，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中心，既是我军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也是提高打仗能力的关键。当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军所处的社会环境、使命任务、官兵成分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更加需要通过坚持党的领导和加强党的建设，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微信公众号军政评工作室资料图：旭日初升，大地流金，红色的旗，红色的血，红色的心，中国共产党给这支军队带来的色彩如此鲜艳，如此夺目，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坚定党的领导，坚守职责使命，人民军队初心不改，信念不灭，壮志不竭。原题为军委刚刚召开的这个会议为何如此重要？